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还得勾我，你是怎么？贱！哎，你不走，你也贱，还要在人家脸上跳舞，这塞拉斯，这怎么 AD 也能死呀？这为什么？我都没注意看，这简直就是在塔下送。打一套就可以溜了，这泰坦的控制还是很烦的。增加一波游戏难度，有道理。着什么急呢？妈的，这个人急什么？把人给吓了。哎呀，真烦！这人有鞋子在，浪费一个技能。我把蟹吃一下了，这跟信号点早了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自己想单杀这个人，我发的是正在路上，不是标记他上。怎么老有人觉得这队友先上的是打野标记信号的问题的？你这得有段位多低，你才会这个打野给你发个正在路上，你就会上了。不要点水上行走不好用。这还差一点点，不但没了，我还以为有这个跳弹在呢，想炸一下，把这个，等一下啊，我这把走个输出好了，再扔上鞋子就行了。我记得这个泰坦的闪现好像还有个40秒，可以抓一下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点这个启迪器。他如果点那个
点 CD 的话这会儿应该快好了，如果没点的话应该还有个20秒。看他也没点，他这波有闪的话就是有点，那点了，发个普攻推进去，这个泰坦血保不了这个技能，可以直接越赵拉夫下路刷完，他这会儿在上面去，这两个一起杀好了，现在一 Q 差两个，感觉不应该排这个影，时间有点不够了。应该死了，看他有没在这边，480，我也大了这波，一车起来，鱼团打个 QAE， 他已经没了，没关系，我有蠢，他敢过来的话给他秒了。我算下时间，这南山应该到了，他去中了，他再抓不下好了，这泰坦没闪，可以先杀镜，这种没闪的先不搞，老板先别死了，闪了，泰坦要跑了，好像是。南枪 miss， 七级有点蓝，德拉斯包过来，他要死了。强弩来一个，减速，再见了。往上靠一下，这拉夫应该在偷野，等一下来。路子是不是把大开了？救不了他，你看玩这种奥拉夫的基本就无视我们，他为什么敢无视我们呢？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英雄即便拿了优势他也打得过啊。这就是为什么皇子现在这么弱的原因啊。我这把要是玩个人马他也都吃不了啊。还敢翻野啊。八级难听，这猴子怎么过来？凯旋没吸上，这我应该可以点死他。助攻来了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他好像已经被点死了。我把这个铁板鞋买了。房子什么时候强过？以前还是蛮强的啊。黑暗收割那个版本，房子还是很厉害的。刚出的时候，这野区乱杀，有提亚马特在的时候刷野还是可以的。把提亚马特买了。主要我现在走半肉可以，但是
走半路也只能等队友过来支援，走半路又没什么节目效果，把这个先锋给他收了，走输出又容易死，走半路不容易拉头，走输出容易死，卡了一下。差两个，第二个，再把龙收了，先买个血刃，这优势大。买这个血刃，刷野打架都快。最近这两个版本，这么多英雄加强，怎么就皇子不加强一下呢？开麦了吧？那肯定开了呀，我都说半天了。这猴子不一定有看到我，掩耳盗铃。有人对线太专注了没有用，知道吧？等他再二一下，这一车插起来，只要开着扫描让他视野第一时间失效就可以了。血刃踩塔还快，加上1.6攻速了，哎呀舒服。太舒服了，这本来攻速就快，加个这个血刃攻速，再加这个穿甲，别人 A 一刀你 A 三刀，这套打法的话就是 gank赶紧把塔推了，打架刷野都快下路那个塔没时间了，我单刷一波猴子，他的大还没好，他是一级二的。等一下啊，等他再往前面走一点点，我现在下路出现你不吃兵很过分啊，你不踩塔他踢了吗？没有，那他去哪了？他肯定会过来的，也没意义啊。猴子人呢？这猴子在干嘛？猴子消失了呀，装死这是。他走过去了，好团队啊。哎，这猴子真能躲。他没替在下路。他直接走下去的，他刚才在中路出现的，好意识啊，只能说好意识。大 D 定住了，他开 W 了，哎呀上路好多线，哇这把双方打的都很团队啊，一个玩射手的踢下路支援，真厉害！这个二先别点，二用过了，
等这个拉夫过来。倒计时十秒，右上角15分50秒左右啊，45秒够了，直接 EQ 这个奥拉夫。上卢马，你吸血我也有，我攻速比你快，不买血了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我有星石铁板鞋，吃个果子，看他追不追。也吸满了，哎呀，这种装备才能杀拉夫。你出半肉跟他打是绝对打不了的，因为你伤害不够，给他秒，你吸不过他。哇，我这个 EQ 救了维恩大命。嗯，主要我这个对吧？哎，我记得以前主要我带了一个头盔，这个吕布的头盔叫什么？其实吕布的头盔跟那个我想一下，我忘了那个叫啥了。我记得美红丸跟龙丸借得的这套行头就跟吕布的是一样的啊。束发紫金冠，本来就是啊，我记得好像那个猴子大对吧，去借金箍棒的时候不是搞了一身行头来吗？好像也是束发紫金冠啊。看看拉不拉我，我先把这个镜给他 A 死，他都没 W 在这边装啥子。旁边有人来了，先给这个单枪秒了，救一下滑板鞋。哇，这拉夫把我 A 死了，直接把死他了。可惜这个滑板鞋没给我套一个大，但是这也不太现实，肯定得给辅助大的才行。这一件的话来一个收集者吧，对吧，走个输出流啊。这输出流死归死，但是玩的爽知道吧，伤害也是很高的。没必要整这个破败啊，我们走的是爆发穿甲的，破败没用啊。什么段位的别问啊，问就是人机啊，这是一个华贵人机啊。我先是收集者，这是假的，这才是真的。好像直接不能 EQ 猴子吧， EQ 猴子他能开 W， 除非你先二到。EQ 给他插起，一二三，三刀抬走，三招之内必取尔等性命啊！还买了一个水银鞋，瞧不起谁呢？
我们切后排，有人地下了，他在偷红 buff。说三招就三招，这个配合攻速这么快，不为什么不带一个致命节奏 EQ 插起来打五下呢？主要我们玩的大区不一样，我这个 QQ 区的话致命节奏是有延迟的啊，1.5秒还是2秒之后才能触发啊， EQ 挑飞才1秒，也就是说你1秒之后人家都打你，打完之后你才能触发这个效果，你微信区的话就可以秒触发。我直接买一个这个给这个买了好了，把这个红青玉给他买了，再来个护火甲就可以了，或者可以把这个环子的 EQ 加强挑飞效果有3秒，那这样的话是可以空中拍5-6下甚至更高的，这样这个致命节奏就可以触发了。所以一般来讲击飞控制是都只有1秒的，哎呦我这车怎么没吃到，来抓我了，哎你们什么意思，这么喜欢搞我，尝到甜头了是吧，不能给他们尝到甜头啊，我觉得可以打大龙，好看看他把E吃掉了，给他走打宽姐，单面开大，走位我就 A 啊，我就不 Q， 什么意思，瞧不起谁的，他好像没看到我，是不是没视野啊，我这装备还要 EQA 进4下，真是我都不知道该说这个装备太垃圾还是英雄太多问题，我觉得是这个装备太弱了啊！我都快4大件装备 EQ 2个技能还要 A 4下 AD， 而且还是狂风之力的 AD，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装备有问题，这装备太弱了，这刺客装备太弱了，实在是我觉得需要一波加强，或者 AD 太强需要削弱一下，可以把这大龙给他收掉了，男枪过来了，没事，这拉夫没过来，直接打，刀拉夫还在路上呢，一球插起两个顺开一个，维恩快走啊，维恩我救你啊，维恩，我这拔毛把这个猴子都给他，这猴子身上好多毛啊，不过猴子身上确实毛比较多，我这滑板鞋跟他起码 A 了，这猴子快有30下了，我感觉那个毛，算了他应该差点钱给他吧，稳一点来把无尽
头毛。哎，他是降价了吧？怎么这个也能买了？那就稳一点吧，再来个红清月好了，刚好了。来来来来，狼群战士！哇，这滑板鞋把女坦吸进去，快男枪快把他点死了！哎呀，现在只有走输出才能砍下二十个头啊，走半路是砍不到的。临时隔挡了2000伤害，可以。该不会又要搞我吧？都这么一个乐海和平友好华语的一个人，老打我干嘛呢？这是。一个二胖子两个。哎呦，怎么点不死？我伤害这么高，一个都没有吧？我这一刀拍了1000的。不在放视频吗？怎么都不读弹幕的？你在装你马呢？你把赶紧把你16级夜鹰符牌子给我摘了啊！我是不是在放视频你？你没点。